快点走，我们要快快回家，好像要打小偷。我是六，我是 Yuma， 这是星期二，所以我们来交哦。各位，我们上个礼拜拍的影片呢，交换影片呢非常多人看。嗯，当然你们看了吗？就是那个狗子的机台，我们第一次挑战。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要夹那一台，正常夹的话不好看，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夹过的。嗯，今天我们要挑战青台，就是夹光光吗？对，夹光光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一台呢，它算是福利台。它里面的娃娃都是比较旧的，嗯，那我们就去夹吧。就是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夹光光吗？没错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个。靠你了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因为你上次一次夹三个。好，那挑战开始吧。瞄准，瞄准。二号的话，按到最后就对了。对。很强哎！交到了这个模型，喜马路之魔。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们先夹就对了。那继续喽。嗯。夹了，因为嘛刚刚太强了，然后店员跑过来，他说要不要换景品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夹到两个空雕，我们说不要不要不要，因为你这样子，你把东西放回去的话，我们要重连那次挑战不行，所以我们没有让他放回去，他们只把我的那个勾勾拿走弄走，因为店员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对啊，他不知道我们在挑战，不好意思讲，你知道吗？不敢跟店员说我们其实要清台，好，那我也是一样从顺序夹喽。又一次夹到哦！哎，真的一次夹到哎，好厉害哦，神感觉，继续夹。比赛回来的六不一样哦。你想，为什么我都把运气放在这种地方？我去打 Pokemon 比赛， Pokemon 的排位比赛，我运气超不好的。我都把运气放在这种地方。你夹到什么东西？你要看情形。我是夹到这个 Sonic 跟谁合作啊？我爸们是谁？我们继续夹。这个圈圈呢不太行哎，我们要跟店员说把这个圈圈帮我们弄掉，因为有圈圈的话，它会卡到，然后它的钩子不能勾到中间。
它那个圈圈其实合了之后呢很难夹，我们刚试了几次不行，所以我们先不要理它，我们夹旁边的，等下再看怎么样。每一次都可以在它的上面，然后它只要稍微滑过来，幸运一点就得奖。嗯，可爱妹妹，可爱的小妹妹，她是谁啊？最终幻想的 Fina。那我已经请店员帮我放回去了，各位。而且刚刚店员呢，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要弃牌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来帮我们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剩三个，你们加油。”嗯。好，那就迅速把他们带回家。挑战看看，已经叫店员帮我挑回来了。优马，你要挑战吗？你先吗？我先。你现在比较有感觉。好，那我真的把他们夹完了，优马，你确定哦？我觉得这个中间这个是不是夹不到的、啊？是这样设定吗？我唯独它夹不到哎、欸。那你先夹那个最后的吧。好吧。你看最后的我马上夹到啊，最后的我马上夹到啊。你看。对呀、啊，是中间那个夹不到啊。就是中间的夹不到啊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们有哪一个特定，你们花几次钱你们夹不到呢？你们现在不要理他，可能位置那个刚刚好，那个点呢是很难滑到那里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有这个的状态可以吗？对啊，可能有这个的话，他的那位置会比较不同，有机会夹到。哦，好了，好了。成功！你看，空了，空了。环环在上面呢，增加了一点它的重量，所以它的摇晃的那个角度呢变得不同。那我刚刚可以夹到，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也会吓到啊，这样子。高手，快点走，我们要快回家。好像当小偷。青苔成功！我人生第一次在日本夹娃娃青苔，是真的青苔那一种，不是说只剩一只夹掉，是真的，它有七只在里面夹光光。好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可以夹到这么多东西。然后我觉得这种钩子的机台呢，可能从明天开始就会从这家店消失了。不会吧？因为店员说不行，这样太简单了。
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也要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哦，还有帮忙分享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大家订阅我们的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推荐影片。讲什么话？